多謝主席。主席，我留意到局長的主體答案第一部分呢，就又再次重申啦，就話呢一個因為司法覆核的事件影響呢個工程呢係延遲咗差唔多一年。不過主席，在上星期五的財務委員會會議呢，余若薇議員呢已經向鄭宇華局長指出咗，就報章有報道呢，就話舊年啊嘅年底呢，就路政署就已經有官員講咗呢，因為工程係好複雜，咁就嗰個需要呢係修訂標書嘅內容，咁所以呢根本呢嗰個工程已經延遲一年㗎啦。咁就即係話根本去年開唔到工㗎，同個官司冇關啦。咁但係路政署長呢後來答阿余若薇議員呢，就話呢個報道可能有啲問題咁。主席，我想問一問局長呢，就係咁，我呢就揾到有2011年2月呢，就發展局就向本會嘅發展事務委員會呢提交咗個文件嘅。咁、那個文件裏面呢就有提到呢個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嘅勘測同埋初步設計工作呢，係由原來估計2010年5月完成呢，就變成文件裏面指出嘅2011年5月才完成，咁啱係遲咗一年啦。咁佢俾嘅理由呢就係咁講，我引述啦呢個文件。顧問研究已大致完成，由於需配合2009年11月發出嘅環境許可證要求，需就大小磨刀進行額外嘅海岸公園初步研究，項目完工日期因而需要延長。咁而呢一個文件呢，當時呢亦都係喺《星島日報》呢都有報導嘅。咁我想問一問局長啦，就係路政署呢上星期五就話嗰啲報章報導啊錯啊，就咁係咪而家發展局個文件又錯？咁我想問一下局長，可唔可以答一答本會啦，係唔係根本有冇呢個司法覆核官司呢其實都會延遲一年的呢那個工程？多謝主席。局長，關於是梁議員提出的問題呢，就是其實我們有關的招標和勘探呢，是那個的情況是2010年年中呢已經是大部分這樣做好。那我們原本是在2010年底呢是進行填海的，那但是我哋本身係由於那個大橋本身嗰、那個口岸嘅司法覆核嘅官司嚟講咧，其實係影響咗我哋本身再繼續係進行嘅。因為嗰個嘅司法覆核嚟講係令到我哋本身係唔能夠有環評嘅許可證係繼續進行個工作啦。雖然同期間我哋都會做一啲我哋覺得喺前期上高可以做嘅，盡量爭取時間。咁但係我哋冇辦法係進行實質上嘅填海工程嘅開工。咁所以呢的確上呢我哋本身有關嘅填海工程嚟講係受到延誤㗎。主席，局長冇答個問題呢，就係我引述咗個發展局嘅文件嘅。我就話咁佢如呢一交代呢，就係2010年5月嘅勘測工程呢係要到2011年5月係足足遲咗一年呢先完成。咁佢係咪話佢錯呢咁啊？局長，是否即使沒有司法覆核，工程都要延遲一年？可唔可以有補充？其實發展局嘅文件咧，只係指大小磨刀洲呢度本身嘅海岸公園，呢、這個係唔係同本身大橋本身口岸嘅填海工程咧係相關係嘅？剛才咧就局長嗰個答梁家傑議員嗰、那個追問咧。就似乎話，如果政府咧係開緊車嘅，做緊任何嘢嘅嘢嘅，有人一提司法覆核咧，佢都即刻要死火噶啦。咁我請問咧，即係呢啲唔係淨係大橋嘅問題，係政府好多工程啊、措施啊等等咧，都有可能咧係法律不完善嘅地方咧，佢就會有人係提出司法覆核噶啦。咁如果係法院咧係批准，就即係證明咧市民並非冇理據提出噶啦。如果你一受到挑戰你就要死火的，主席，我想請問署方
是不是你對香港的管治呢已經是完全去失控，還是呢你要禁止法庭批准任何重大工程的司法覆核你才可以做到事呢？局長。主席，就有關於工程是否受到法律的挑戰就一定要停呢，我覺得這件事是不能一概而論的，要看視乎工程本身 的重大的程度和有關的法律涉及的問題是怎樣。所以如果遇到好像港珠澳大橋那樣遇到有司法的覆核的話，我們如果覺得有一些事是不影響之後的工序的話，如果能夠是爭取時間是繼續去進行是應該這樣做的。但是有一些事如果是涉及是重大的問題不能夠是挽回或者是翻轉頭的話，那些一定要很慎重地考慮。所以這個的議員提出來的問題來講，我覺得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或者是一概而論的講法。多謝主席。沒有答你問題。沒有答我的問題。我的問題呢就是說現在的情況呢，你只要那個法律你本身是不完善，法庭認為是有理據呢 你不完善有挑戰之處呢，就會批准司法覆核的了。那是不是你要禁止法院去批准人家提出司法覆核，否則你政府的工程重大的工程就會全部失控的呢？局長有補充。主席，我們是無意是禁止任何人是去提出任何的司法覆核，我哋一定喺作為項目嘅倡議人咧，我哋一定係依法咁樣去辦事嘅。咁我哋一切每一步嘅程序嚟講，我都應該根據佢法律本身去做。咁至於工程係唔係能夠進行咧，我哋頭先講過啦，必須要考慮本身嗰個工程本身嘅複雜性、涉及嘅問題、中間嘅公眾利益同埋法律本身嘅理據。多謝主席。呢個質詢咧已經用咗。